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荷叶荷花的荷。暴雪渐退却，凛冬来近月，疫情又肆虐，健身房也歇业，只能选择在家健身啦。在家健身，一切省事儿，只需要一个凳子，一组哑铃。有瘾的小伙伴和我一起练起来吧。凳子也就用0度、30到45度、90度这三个角度，一般家里椅子也可以做到。家里地方小的话，哑铃最好买可调节哑铃，不想买也可以用矿泉水、红酒、桶装水，或者装满书的书包背着做深蹲，太方便了。有的小伙伴给我留言，让我说下肌肉松解，我就分解在每天运动后吧。Day three，练胸。动作一：上斜哑铃卧推，每组8到12下，做4组，组间休息2到3分钟。椅子30度到45度，这个动作难度比较大，如果不正确，很容易伤到肩膀，因此锻炼胸大肌时放在前面做。由于要调动稳定肌来保持平衡，所以用哑铃做上斜卧推比杠铃更有挑战性。晨间手肘要保持弯曲，不要完全打直哦。动作二：上斜哑铃飞鸟，每组8到12下，做4组，组间休息2到3分钟。凳子的角度同样在30到45度，同样的手肘保持弯曲，同样的晨间，这个动作基本孤立了胸大肌，很少有其他肌群参与代偿，所以可以选择小一点的重量。动作三：夹胸卧推，每组12到15下，做4组，组间休息2到3分钟。大臂内收夹紧，练习中缝的动作。练胸以后，除了这样拉伸一下胸大肌，我还会放松一下肱二头肌，从下往上拨一下，主要是拨长头肩，因为我的长头肩问题会比较大。另外就是用筋膜球放松一下胸小肌。因为胸小肌是在这个方向生长，所以可以在这个方向上下拨动，寻找酸痛点进行放松。